剑骨的骨座上做的。剑骨是一种像立起来架起来一整个的架子的竖着中间的一个骨，然后就是那骨刺儿。贯柱耳，铜镜骨，骨之贯柱耳朵。嗯，剑骨因骨之贯柱而得名。剑骨过去仅见于战国和汉代的青铜纹饰和石刻画像，应该是汉战国的吧。战国这全部都是曾侯乙墓里头出土的，都是这一个墓里头的。那就还是一个，还是挂石看。在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最上面这条龙的。